调焦使用前至少要浸泡八个小时，而且泡水后要挑杂质，因为会有树皮或脏东西被粘在里面。这次要做的甜点是牛奶炖桃胶，也是我第一次做哦。加入适量枸杞及红枣，红枣可以把它剥开，这样塞炖煮的时候可以更好入味。加入适量的牛奶，这次我加的是 350cc 的鲜奶。外锅加两杯水炖煮，约煮30分钟即可。完成了，炖过的牛奶味超浓郁，超香的。桃胶的口感 Q 软 Q 软的，很特别，不加糖也很好吃哦。